苗栗的家当火车头，现正就伫中南的海顺，附近呢又有紫母龙夜钓景点，上一多人坐火车去个老了。不过也简单的坐火车头，一切都无阻碍的设施。有神中朋友就反映，副卡就系伫家当，三无方法存入家当火车头，而去到中南火车头来坐车，就希望台铁二来改善，安尼神中韩国卡多些英语就会卡离偏。提前车慢慢驶入交通站，虽然是小站，但是如靠近当地居民，才接到传染。交通车头人接话，交通还就太不列得哩。一道居民系疑似坐火车，自讲看了安全的台牌，系入到车头东片位置的通路，对这班民众来讲无冇个问题。那些民众也系行通唔利片的民众，用选传染站就变作动态考验。然后他那边因为你要包括你要月台那边你要去搭车的话，都会有一些障碍，然后他没有做无障碍设施，那对像说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或者是老人家的话，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。向公所反映这件事，那我们也请我们相关的单位，我们台铁以及我们公所这边，是不是能够多做一点协助？两班家电站当日台中有200人次对两坐车，一道行通唔利片的行政朋友爱坐火车，甘那是万一台铁中南站。站方人员讲，家电车头的自动距离，国家托三排风，广办无规划无障碍设施，对民众的需求无结结去向上头反映。我们会把这个信息呢给我们录集哈。请我们陆地去做评估，做效益的评估，看去着手怎么去 做改善。负责推广家电站的中南站长严伯林的强调，家电车头因此条件特别，那些外加无障碍设施的工程无按好做，中南站无三万整齐，希望卡座都要帮助看利片。看看新闻中志明苗栗报道。